卫生福利部警部长陈市长参选台北市长失利之后，受到南下嘉义市来帮民进党的市长候选人李俊业呼选。今天六号下晡，伊是先到镇天宫三王府庙口开讲，吸引真侪支持者前来夜拜啊，为伊加油，展现真悬的人气。陈市长讲，如果大家听小伊，或者是对这一届选举感觉真唔甘，会当将这力量拢化为选票来投予李俊业。前卫生福利部部长陈市长南下为嘉义市长候选人李俊业呼选，六号下晡在镇天宫三王府庙口开讲，包括立委王美惠、议员蔡文克、黄乐辉拢前来徛台。李俊业的副标签也到场，李鸿禧特别推荐家己的后生，有总统府、立法院，阁有民进党的助理，相当认真拍拼。前卫生福利部部长陈市长在致辞的时阵，也特别对着支持者温情话。话讲，大家如果听小伊，或者是对着即届的选举感觉唔甘，力量拢会当化作选票，将票投予李俊业。啊，所以如果嘉义县和嘉义市两个县市政府能够通力合作，我相信我们的经济规模更大，又可以拓展到云嘉南。阿贵也不管从经济也好，观光也好，各种产业就会蓬勃的发展。啊，这个要做区域治理，要做得好。做的前途定着，感动的是较好做啦，吼、哦，是不是安尼吼？啊，台南嘛是，哦，民进党的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台南嘉义关系安尼铁三角融合起来，我相信对地方的经济一定有帮助。老人的照顾，我昨晚看着讲证件内底有写一条啦，65岁老人家也还补助。嘉义市长候选人李俊业即是讲，伊相当感谢陈市长，伫咧选举结束了后，已经真忝啊，佮为伊加持加油打气。民进党伫咧11月26号的选举虽然无成功，但是检讨了后会重新站起来。嘉义市是选后第一届的选择，希望会当正做改变的第一站，改变就对嘉义市开始。嘉义市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无好，少年的直直流失。老人无人照顾，啊，咱生活的机能无好，啊，这就是家己的问题。所以咱变啦，咱得爱好城市有未来，老人有照顾，青年有工作，生活有智慧，啊，咱一项一项来解决问题，这是做市长和大家真清楚的目标，啊，咱对不对？ Yeah. 啊，我来大家报告，吴敏辉市长唔是无目标，吴敏辉市长嘛唔是无认真，但是。伊的执行力足歹，我唔是讲大家要上高考咯，还是咱免坐汽车呢？这我无讲呢，但是这咱实际数字算予大家听，17,000人，啊，一单开1,000，安尼家己资金开袂起，啊，唔是常常同咱讲嘉义市财政状况良好，通牛举债，啊，所以嘉义市若有钱，应该开伫百姓身躯顶。应该用人家的市民是固定，安尼对唔对？伫咧阴暗6点外，电视中李俊业含着位王美惠、马正翁、文化路来扫街拜票，接伫咧喷水银款落车，就陆续有民众行进前要求要来做伙翕相，甚至有支持者直接送上热情的拥抱。陈市长伫咧食完鸡肉饭了后，嘛特别来开放合影，一道形成排队的人潮，嘛展现个人气。最新新闻，张丁顺、王秀山、甲义市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。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